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 我们今天要前往基隆河美堤河滨公园欣赏大波斯菊花海。我现在正骑着自行车从松山彩虹桥出发，沿着基隆河右岸自行车道前往美堤河滨公园。美堤河滨公园的大波斯菊盛开了，啊，进去赏花。美堤河滨公园，台北市河滨公园最大的大波斯菊花海，大约3000坪。
我们现在回到彩虹桥了，这样来回一圈差不多两个多小时。如果要来造访基隆河美堤河滨公园的话，可以从附近的捷运站骑 U-Bike 前来，或者是直接开车到美堤河滨公园。详细的交通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今天的旅行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